原来的时候，财政部长是谁？是严家淦。那个时候你知道吗？美元他要来援助我们，那美国人会不会自己派人来？会。他派人来要审核我们的申请的计划案，那他们要不要有办公室？要。这个时候呢，财政部没有钱，那怎么办？严家淦就批了四个字：台湾银行。那台湾银行董事长就知道了，所以这栋房子原来是谁盖的？联合大厦，有没有印象？啊，联合大厦原来是谁盖的？是现在的那个芙蓉芙华饭店的，廖清，那是爸爸，廖清福建的，啊，台湾光复以后建的，所以他当时就卖给他们，他赚了一大笔钱。啊，等一下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廖清福盖了另外一些房子。那时候都是做营造业了，他就是做营造业。对啊，对啊，他是大鹏公司的那个林鼎生的爸妈妈那一边的人。哦，阿姑。哎，所以中台北那时候是廖家是很有钱的，他是。也不是，林鼎生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看发现福华旁边有一个什么叫做邱什么大楼？那大同公司的，那就是林鼎生的妈妈的名字。哦，哎，好。哎，所以我们上班的叫德，是啊。